他打了，他是 Q 过来的吗？兄弟们，我等个一技能，可以了。他一跑的话，我就把那个 A Q A 乘 E A 消费 GW 拿下。蓝蛤蟆三郎人头就都是我的。他在没野怪了，他复活只能打河蟹啊。我们然后河蟹去河蟹找他，丫头可能在这边丢野了。我们直接绕一圈，绕一圈去河蟹。交给我了。他没野怪，他要么抓人，要么翻野，要么打河蟹。要么抓人，要么打河蟹。你们觉得他会选哪个？他抓人我管不了，但他打河蟹我可以翻。我没有惩戒，他有惩戒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河蟹可能会被他抢，我们就优先捅人。只要河蟹没到斩杀线，我就捅，他就抢不了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来不来？没来。他娘的，不会再打六击吧？他放盒子打六击。哎 ，W 三 E J A Q。他 Q 用了，这样这边有个盒子，我们要注意拖一下 ，EA 拿下，这个河蟹也顺便打了，再帮他打个石头，再帮他打个红，然后帮他把六级打了。那除了反野，他还能做什么？抓人也没抓，抓亚索吗？抓亚索去自家红，平 A 起手，一千留着，等 A 不到了再 EA。啊，一条被 GW 去平 A 一下，有两下 ，A 三下死。看一下虫子啊，先看河蟹，再看虫子。河蟹是没了的，虫子呢？虫子还在。从未破灭。他把我也反了。真够可以的，他留了个盒子在这里，他不会打六级吧？哦，再打六级。W 观音机，惩戒墙 ，A， 他往哪边跳？只能这边，我感觉。盲戳一下，没戳到。勇往直前 ，A， 这个是真的，这个绝对是真的。不跑了，跑这边。你他娘的憨批吧你！追个假身打半天，追肯定能追到的，兄弟们。W 戳一下，戳到了 ，EJA 拿下，再把盒子打了。他家蓝刷新了，帮他打一下，再帮他打个三郎，蛤蟆也帮他打了。哎，小鼠来了，戳一下，戳到了。等他这边有个盒子，没关系啊。A 了 ，A Q E Q R， 挑飞机 W 先杀小丑再跑。哎，盖伦直接弹走就行了，弹走。那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一级 AQ 扫描，往这边，惩戒 ，AW 戳，挑飞 ，EA 拿下，哎，叫你来 K 头的是吧？石头人大招没好呀，我们直接抢他奎因 ，W 三 EQ 十啊，这头你这冷心 K， 一张你 A 一下触发焚天再走。A Q 他站 ，G B Q 啊 ，A， 勇往直前，一条被 G W 接平 A， 双 buff 到手，然后再走，我们再假装走啊，小组可能过来找我，我因为我残血了，他打红我这个也能看到的，我们直接走，我们假装，只有行动，我们直接假装去打这家蓝，看他会不会来找我，他打红去了，发现我这个影了，要吃了。会打吗？他会去打红还是来找我呢？奎因飞过去了，我们就找小丑，但是小丑可能有潜行，有 Q，A Q，A W 戳 A， 这个真的，这个假的，真的在这里 ，E A Q G W 戳 A， 这个空气好恶心啊！还好蛮子来了，石头。直接大招弹走 ，W 戳一下，移形换影，哎，怎么拔呀 ？A Q A W 减速 ，A 挑飞 ，A 一枪 ，A 两枪 ，W 戳 E A 拿下，回应来了，但不怕他，他不敢找我。
除了粉天很好分辨啊、哦，很好分辨真假神啊、哦。奉吴王之命，他复活应该打三郎蛤蟆，概率很大，直接去三郎找他。男主会不会提前去了？提前捣乱我的计划？一阶 AQ， 这边追，能追到的，他盒子刚用过了。A 一下，一阶 AQ 接 W， 接平 A 跳 A， 有点来不及，感觉石头人大招好了吗？一阶 AQ 点本技 A 跳 A 枪 RAW 戳 EQ。W 怪印记，折跑，他有大吗？石头人没 R， 我能跑。W E A， 发粉天 ，A A Q Q 没大招吗？没大招你就死了。我在牢里是不得不吃老虎屎，看来现在又遭难了。你看一下你脸色，溜了溜了，风景且乎。哎呦，擦嘞，一级的沙拉斯，单开野怪，又慢又伤的，过来找一下。蓝没打，单狼刚打起来了。我除了装备的，你以为你打得过哦？一个亿，这个蓝我们先不打，直接去抓钟。他看到我抓钟，复活就还不来打了。这样就可以再反一次了，这边刚好也打起来，完美的很。300块，这个兵线得推过去，不推的话六文要炸。塞拉斯，是时候出发了。我两级半血，但有很多小兵，他不敢跟我打，他精灵通了，但我们也追不死他。大狼还在的，塞拉斯可能还会来打。先丢个眼，不打蓝，应该是打三狼，点他。我先说，装备比他，他怎么样打不过？再帮他把三狼吃下。松丹不见，可能会来找我。注意他的鲨鱼，不中鲨鱼就能跑，中了就得死。没中啊，那我就跑掉了呀，他追不到的呀。啊，我的红 buff 没了。复活了，这一次我要把属于我的红 buff 拿回来。出发了！哇哇！这东西可是挤不掉，没有其他的路。再顺路帮沙拉斯打个红。我也复活了，妈妈，这一次我要把属于我的红 buff 拿回来。这是熟悉的台词。那我石头干嘛？石头能梦？不是要拿我红的吗？可惜你不是主角，在这个和气。小地图上，沙拉斯来抓钟了，没有抓到。身上有个蓝 buff， 他是打完蓝过来的。我们可以阴他一波。窈窕管道，开大射程。很脆呀、啊，可惜人头不是我的。他加六级刷了，过来反一下。沙拉斯再打，点他。还有闪，跟闪 A 一下接个 E， 再把六级吃了。这边中路也拼起来了，我们去把六级过去支援一下。小鱼人要跑了吗 ？W 闪，三百块。他红野区已经没有野怪了，那么他只能在蓝野区了。过来找一下他。这是在护多，我感觉他在守护家人。这个三郎我帮他打了吧。这边鳄鱼强杀狗熊，顺路过来抓一下。350，我还以为这塞拉斯挂机了呢。看这动向应该是打石头去了，显形过去找他，过来差不多刚好打一半吧，又是给我打过。我会把那东西拿回来的。你想跑，你跑哪里去？再帮他把石头吃了，再帮他把红吃了，再帮他把六级吃了，然后来蓝野去找他，看看他是先打蓝还是先打三狼还是先打蛤蟆。哎，我看到他偷我的大打。好了，先点了一个亿。哎，在顺路抓个上吧。鳄鱼好像打不过去，但也不影响我来抓他。先开大射，300块，再把塔点。如果你们碰到这个老鼠，你们说该怎么玩？
评论区留言。